锌在酸性条件下将硝基苯还原成苯胺的反应如下，若将系数平衡到最简的整数比，则系数总和为多少？那我们用氧化数来平衡这个反应式，其中氮原子的氧化数从正三变成负三，锌原子氧化数呢，左边是元素零，那变成右边正二，其余的原子氧化数不改变，所以就可以知道它方程系数从左到右分别是317、312，那这样系数总和就是17，本题答案是猪选项。